痛苦，一种广泛而复杂的人类感受，意志会让人经验性的感到不舒服、不快乐等负面情绪的任何事物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在你们眼前就是沙劳越道地的美食叉烧油面。哈哈，骗你的，其实是韩国拉面一米的。没错，今天我们来这边就是要挑战吃这个韩国拉面。不管多少辣，我们为了要满足观众的需求，都会把这个叉烧油面放进嘴巴里面，然后在镜头面前演得像很辣的样子给你们看。爽吗？好看吗？叉烧油面莫名其妙。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我们今天来这边真的是为了要挑战吃这个韩国拉面。但是在开始之前，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来这边挑战这个韩国拉面的嘉宾。美女 Jim 看他车神 He We Shang 那个拍照很厉害的阿赖，今天邀请我们过来的 Michael Chong， TSL Production Tony 帅良那贝啊，他的名字真的叫那贝哦。还有Denim 拉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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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盘盘美丽的韩国拉面都准备好了，在这个挑战中，谁先喝水就会被淘汰，优胜者将会得到这一笔巨款，以及现在你可以看到在桌上价值很高的牛奶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啥口？哇，看到大家吃到津津有味，这个比赛好刺激，好精彩，好开心，好独特，好创意，好创新。没有想到今天的我们会跟上这个潮流，和大家一样做吃拉面的挑战。Yeah. Ewe Sen out. 回声投降。Michael， 好，我还是举手，还水还没喝水的。他没有弹性，然后不像其他的面酱，可以滚起来，这个辣。对，因为你的咬不了不低，非常的好吃，它的面条好吃。我呢，是辣没问题的，我从小就泡那个辣椒粉做的。你看到我眼睛。五条辣椒，你 red 这个东西几条辣椒？一条半了。这个最厉害，最厉害，厉害！我看最厉害应该是阿赖，刚刚默默的两条辣椒。怎么你哭，Tony？怎么你哭？不知道这个安迪已经观察我们多少久了，看着他手上拿着的东西，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挑战没有那么的简单。你要这么玩，收主意，谁要投降现在可以投降。喂，我要投降。干掉，干死了，啊，起来，去 ，sip sip。好。男子在准备一些。他十一，投降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们还没有 win 呢，我杀加杀，全部人 S 多一条。哇，敢吃的人就赢。对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下次不要轮到你吃了。我没来，我没来了。Oh no！ Alive out。那边弃权。那边 out。干胶。Help me！me nigga， 这个赢，你可以的，炖给你，好喝啊，非常好喝，耶，你是不是来啊，打满了芒果，我们两个，耶，耶，你的对手会厉害吗？他超厉害啊，他现在是癫了，我现在是跟他拼了。哇！
吃一下啊。吼，这鼻子啊，没有啦。你等下还要吃哎、欸。好了，吃好了。下去啊。咦，偷食呀你！他们咦你啊！偷食！心痛哎，看到你们这样子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我就看好他的，你懂吗？我看他进狗咬死了这种感觉。啊，没有啦，如果他们两个跟维哥打平，他们要分少一点就可以了。分了 ，OK。不，经历过这几个小时的痛苦，赢家终于出炉了。虽然打成平手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心中都有真正的赢家，那就是正在看这个影片的观众。我们的痛苦会带给你们无限的快乐。太强了，真的，是不是恐怖？最后要感谢今天邀请我们过来的举办人，以及跟我们一起接受这个挑战的朋友们。没有你们，我相信那个挑战也没有那么的精彩。还有 Danny 跟我说，其实那个韩国拉面一点都不会辣。OK， 拜。以后我再也不吃拉面了。